位于新市区古里南科车站只要五分钟的羽田商旅，交通地理位置方便，清气舒适环境，加上旅馆内底设备应有尽有，是真侪为北部来到南科的商务人士住宿的第一选择。今年旅馆庆祝满四周年，特别将庆祝活动化为实际的爱心行动，甲大雅里社区做伙合作，共同做公益。羽田商旅承蒙各位的帮助，在 LM 社区这里已经在11月即将迎来四周年庆，那我们这次呢将原本的活动预算转换成回馈社会的爱心，那希望呢抛砖引玉，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好事。那也非常谢谢大营里的朱里长协助我们将我们的关怀送给我们社区需要帮助的长者，提供更健康的餐食。那同样羽田商旅也有在粉丝脸砖上面做一个特别的抽奖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日常生活中做了哪一些善行，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一起做好事，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更多更温暖更美好的一个氛围。新市区大雅里平常时都提供六岁长辈的送餐服务，这次会当甲羽田商旅做伙关怀在地，为社区六岁来加菜吃营养，和社区是非常欢喜，更感谢业者的热心公益。甲咱羽田商旅来共同，会当来帮忙着咱大雅里来，哦一寡弱势团体的，还是独居老人，照顾这老人，对着社区来，一寡较困苦的这里面，共同甲咱羽田商旅来斗帮忙，会当予咱大雅里来，这弱势团体，一直这关注点，拢会变较好，更加会当来里来社区。这些弱势团体和独居老人可以过较好的日子，这样让小爱化作大爱。业者在11月份中陆续推出抽奖活动，小爱在 FB 粉丝专页分享家己日常生活爱心行动，都有机会得到住宿券、早餐券等奖项，各类民众做伙发挥爱心，让社会更加温暖。南台新闻陈阿三、罗万隆采访报道。